大家好，我是小六。我准备呢，准备下午过来这边钓鱼。那么今天早上我们先拿一点这个鸡粪过来打窝。上午已经来打过窝了，看看今天能不能搞几大货来。开动了。那天只钓到一条小鲫鱼，我不甘心了，今天我再来搞一次。怎么游不动呢？可能是小鱼在领漂，动来动去的，看到没？哎呀，这又是一条小鱼！哎呀，上面起不了竿啊！上今天了，这么小你就不要这么调皮啦，把你家七大姑八大姨叫过来，快点！那边有一只翠鸟，哎，这条可以，你看，哎呦，这是什么鱼？鲫鱼啊，上面又起不了竿了，太坑了。哎呦，荡秋千了。可以啊，这条鲫鱼没有那天那条大。终于可以钓到一条了。嘿，可以试一下这个鱼护了。来了！哎呀，没勾住啊！哎哎，终于啦！哇，你看那里，哎，起不了啊！这里就是一个大坑。哇，啊，又得一条鱼，这个鲫鱼很生猛哎，好嘞，哎呦，不错，继续，那里，我知道那里有一窝鱼在，嗯，刚好，哪来了？要下雨了。姐姐也要赶紧收东西回去了，要不然等一下又变落汤鸡了。哎呀，勾住那里了，不好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喜欢小六的关注一下，再见。